的超人第二季，台湾原创的儿童动画节目《Food 超人》，以帮子、烧饼、油条、蛋饼、粽子等传统食物为创意发想，打造出 Food 超人与其他五位超人团队共同对抗充满细菌的苍蝇王，以趣味故事传达爱护整洁、注重食品安全的意念，教导小朋友如何解决问题并增加环境卫生的知识。